本节由来自星星的龚伟伟赞助播出。欧巴，英迪比格尔摩哟，只要帅就可以。本期还有大唐烟花爆竹科技发展研究协会赞助播出。烟花是爱你犯的罪，还是寂寞夜里流的泪？花花，你在奶谁呀？我谁也没奶，谁也奶不上。你一个奶花就没想过给对面打断吗？我怕我一切目标连你也挂了。对不起，我心里喜欢的是七秀芳的桃子。真是，吃顿饭回来，竟让人跟别人跑了。本来现实里就够悲惨的，追到游戏上，打算等级别高点再和心上人表白的，谁知去死了算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总之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查师兄，希望来世咱俩能当一辈子的基友，这样我们就都幸福了。我了个去，没死成啊！这位英雄，你也来跳崖的吗？你说呢？恨我不是李莫愁，这是啥？看来我们是触发隐藏任务了。你看到弹出的系统提示框了吗？看了。李莫愁真是躺着也中枪啊。这不是重点吗？任务一共三环，不可放弃，不可与除本队伍之外的其他玩家进行共享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？任务第一环的达成条件，杀掉本服的999对夫妻。惊鸿一瞥借我少女心意，十天一把出发时间将你我拉近，我嬉皮笑脸着想要做你的徒弟，你毒舌调侃又留下完美背影，到后来越来越期待与你有更多交集。是非江湖能有体验，享受到气力，画面微风吹的夜间银座斑驳，阳光碎了满地，你只身为我这危机四起，是我心间荡起一圈圈。来来来，谁让你坐，能在这里遇到你们真是……哪些地方不懂指出来我看看。刚才游戏里有个人跟我搭讪，好像就是隔壁的黄毛兄弟。学长，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等下回学校的时候一起组个队呀。一个服务器是不允许玩家同名。对呀，这是游戏的基本常识。哦，安小白，好巧。没想过我们能从游戏走进现实，洋洋洒洒这细雨浇灌这一片花季，第一次奔向又回目的地，裙角飞舞随脚步轻荡起，十天一把学长你可愿泄露天机，不想按部就班的惊喜告白练习，我越靠近你越是提不起勇气，求求你指点一下小白要如何逆袭。踏上小径去清风里迟来的晨曦，我抬起手放弃下你慢慢靠近，抬头惊鸿万里，有些懊恼快戳破这关系，如果注定我们会在未来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恭喜发财。